欢迎收看吼，哎，唔知要算啥个单元，今日来到唔知第几集啊？从这集开始，阮大家拢是讲台语，因为台语真练得鬼话多说。今日我发现一件超厉害的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做《Beyond Nightmare》。连翻译的时候，你看这，就将来另外这个游戏啊，牺牲看卖。在这个寒冬的清晨，要开始这个关卡。哎呦！我来讲，我这唔知道，三万几？我呢？你嘛有呢？我大力士对啊，你个不来现在不敢。难呐！我又你刚刚在飞哦？我来着。无啦，你得上去嘞！你还佫藏一粒落来了，我较好飞。安尼就对啊啦，真厉害啦！哎，你看，这有一点啊像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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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我等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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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跳进来啦，你准备好飞啦！来，给我几个时间。啊，一二三啦！行啦，紧啦，紧啦，行啦！啊，这边啦，我动对面啦，你动左边啦。行啦，行啦！我来，我是。小怕啦！灯啦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
我之前我已经有玩过啊，我玩的版本是 Switch 的版本，哦、我唔知道他们再去升一代 PS4 的版本，可能钱就这一款。啥啥咪咪咪啦 ！OK 啦，那今仔日咧，咱来讲这个游戏咧，可以不两千。这爱坐人耍啦，啊，这爱打头壳，这我应该可以。用的歌是不两千。用的歌咧，我咧卖的歌咧。对啊，我唔死掉，我玩这个游戏。买什么？我较介一种戏的，会当做为什么？啊，看起来对我感觉有几个几安尼。哈哈哈哈哈！我都会感觉啊。欢乐，啊，趣味啦，趣味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我讲欢乐天大意啊！我啦，啊，最后就是吼，我好你。刚说一个千多出来，我真。我这个游戏我杀。杀个啊！啊，恁杀这游戏？我是刚刚炸了。我杀了，再杀了。那就游戏杀 ，OK 啦。安尼，安德，今仔日，今仔日分享到这，再。你刚刚看你在出一个讲，不知在讲什么话。